宝贝也太顽皮了吧！昆凌今化身厨娘，出席公益活动，亲自下面给重症儿童。被问到天王老公爱吃什么，唐静兰这样说：“其实他还蛮好喂的，他什么都可以。”对。这也难怪最近周董身材会这么圆满呢。继小周周上次会开口说话，最近有没有又给你什么惊喜呀？静友他最近就是自己会开始站起来了，就是没有不用扶东西，然后开始站起来，然后会开始讲一些像奶奶什么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好可爱哦，每天都不一样。不过上次周董不是吃醋说小周周先会叫妈妈吗？对。他会，可是他不太知道是谁。对，这叫周董情何以堪呢？爸爸还是小工作多陪陪小周周吧。